吐槽无极限，前列先发言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膀胱君又回来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每周四与膀胱君准时相约，共同度过这激情无限的三分半钟。2017开年最火的一部电视剧，浙江卫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在热热闹闹中迎来了大结局。正所谓九路成一，面对这么一部虐狗粉红大剧，广大单身汪一路追剧追下来，想必都会从中学到一些姿势，获得一些感悟。当然，一向热爱学习、善于研究的膀胱君也不例外。膀胱君这段时间在被虐的同时，也总结了几点恋爱攻略。此时此刻，是时候买上一杯纯五粮真原浆的龙江家园酒，带一活节奏了，各位乘客老铁，带好安全套啊，系好安全带了吗？老司机膀胱君，开车了。攻略一，请睁大你的24K 钛合金狗眼，意思就是在找对象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先把眼睛放亮了。这时的光靠眼睛是不够用的，尤其是咱们都生活在亚洲四大邪术的阴影笼罩下。膀胱君劝大家找女朋友一定不能先看胸，也不能先看脸，这些东西太表面了，一定要想办法看她有没有鸡鸡，毕竟现在伪娘太多了。关于这一点，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，今有三生三世司音上仙。女扮男装的司音在昆仑虚待了这么多年，一帮没见识的单身师兄愣是没看出来，活该，只能聚众喝酒聊春宫。反观墨渊上神，师傅就是师傅，不愧是老司机，一眼就看穿了司音的真身，然后悄悄的下手，其眼光之毒辣，下手之稳准狠，简直是我辈之楷模。至于更反面的教材，那就是傻白甜异族公主胭脂了，只知道看脸，结果被司音迷了一辈子，到最后才知道人家是女儿身，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呢。你才是整部剧最应该被抠掉双眼的那个人。攻略二，起码要有一项特长，意思就是如果你想和他一起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你必须要有一技之长。就像人家夜华上神之所以能和白浅延绵三生三世的爱恋，关键就在于他有几项特长，不仅头发长，吻技强，还能尬的一手好舞。这些都是撩妹的大杀器呀！当然，我等凡夫俗子要求不必那么高，但是好歹你也得有一两项，对吧？当然，如果你能像这位小哥这样下面特长，那咱也无话可说。攻略三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钱人。前段时间，三生三世戏服在网上拍卖，有人花8000多块钱买下白浅女神的原味戏服，据说夜华是悬浮已经飙到10000多块钱了，这哪是悬浮，简直就是炫富的，妈的！这才是真爱呀。另外，作为男同胞，膀胱君在这里要郑重告诫广大男性单身同胞，撩妹千万别再送花了，咱别再干这种俗不可耐烂大街的事情了，好吗？送你妹的花，送酒，真是姑娘不喝醉你哪有机会。最高级的可以学学夜华大神，直接送了白浅一个娃，正所谓想和他三生三世，请帮他生一个孩子，这手段我服。好了，想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朵朵开，关键还得靠大家自己的努力，膀胱君能帮大家也就是这一把了，毕竟能扶你一把的是朋友，能扶你几把的才是女朋友。 OK，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最后还没关注我的朋友是时候扫码关注一波了，他们说关注了我的人特别帅，我们笑了，结果他们说我们笑起来更好看，老铁没毛病，咱下期见。